真的给他我吵去。他妈试试。正版的钥匙，正好的天嘛，来来，喝水。天嘛，喝水。天嘛，喝水。好东西的，这是嘛东西？看不见嘛东西吗？天马，你天马是个什么东西？那个中药材，治头晕的，头疼。咦，你我等啊，可以多吃个的。对。刚刚热的嘞，那么是太阳大的还是那个那个是有点晕的？吃饭，我还运动呢。哎呀，倒入温水，继续再搅。你还火好饼呢？哎呀，我跟他生气呢，这火劲。干点泡泡火出来，把那泡泡一打。哦。打水泡泡。也差不多了吧？打了，蒸起来它就没得那什么毛的。那行。看见它可以的。也空中用空调灯，我三月搞的是头晕的那个。真的吗？头晕头痛。
先躺一下啦。今晚就吃了。哦。舒服了，点点酱油，烧这个酱油，哎，起锅，撒点葱花。对吧，三百年了，来筷子，来吧，种上去，我给你挖，给你咬，我给你咬的，我要挖，我先尝一个是吧，多吃一个，我先尝一个，马尾，马尾，就是水面呀，多吃，小碗多吃，我回去水果一份，你天天玩半熟才是。还蛮好吃的。还有点甜味。哇，谢谢。你这块多吃这个。多吃点，完了。甩手也来。我之前老会吃。对吧？我也认得我有点晕了，这天天饿的还能够。真是的。像我们一晚上睡不到几个小时，加15个小时最多。还蛮冷，你要空调凉。嗯。他们说空调凉冬天嘛，最好的。哈哈哈！这样营养的，高的。大三个，大三个空调凉。看今天晚上下雨下过没？是不是摔树子下？我什么都没放，就放那里。我看到的。就是那种圆子圆，为啥好吃？还有点疼嘞。我买那些有点疼。这种要趁热吃，冷还是不好吃。我有点怕疼，我慢点吃。你什么时候吃的凉快呀？我饿死，我觉得。那没有。我跟你说，这吃多了，我还不能睡，早上不行吧？注定睡眠的，保护心脏的。那快。再也睡不着了，等你吃你。要吃完的。我新鲜凉空气啊。空调，空调能先进的。人用的呀，你包了。还够了。我下了。我把碗下了。碗够了。碗就吃了，你还翻了不下。你这你怎么敢翻了？